现一个，就是真的是可以就是顾到我们全家人呼吸健康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东西——虎奶菇氧气饮。哦，这是什么？这个很厉害，这很厉害。对，它其实呢就是可以调整体质啦，然后帮助我们呼吸顺畅。重点是它是全家人都可以接受味道，很便利型的保养，你可以直接撕开即饮。那它因为它是 MIT 台湾制造，然后有室内的专门的栽培技术，所以它的品质就很稳定。那我给家人喝，我就觉得很放心。你知道很多妈妈就是在厨房料理三餐，厨房油烟也是高，对，很多妈妈一辈子不抽烟，没有抽烟，然后也没有接触到手烟，就还是受影响了。我女儿她就早产儿，她本来身体状况从小就是不太稳定。你知道小孩一不舒服，我真的就是妈妈就很希望我是代替你受罪的那个人，所以我就会很在乎说她的呼吸啊方面顺不顺？那这个氧气饮就是像我们现在大环境空污非常严重，然后还有像是尘螨啦、灰尘啦，然后包含像是这种季节交替啊，最近天气不是很怪，忽冷忽热，一下大太阳，一下大雨，你知道这种温湿度或是气候的变化，我们就会真的很不舒服，然后呼吸开始不顺。但是我们家自从有这个虎奶菇保养之后啊，我真的觉得呼吸顺畅很多，然后觉得都变得比较清新的感觉。其实它成分真的都非常天然，大家知道有虎奶菇了嘛，然后。其实还有甘草，就是可以生津止渴。对，然后还有枇杷，枇杷大家就知道润喉，对，哦，润喉其实还可以开胃，所以小朋友不爱吃东西，枇杷也很好。然后另外维他命 C 就是可以抗氧化。另外它最后还添加了这个水梨，那大家都知道水梨可以调节我们的身体机能，所以我觉得这样小小一包就可以补充这么多的营养的成分，真的是很棒。然后夏天比较热的时候啊，你知道小朋友最爱怎样？冰冰箱，直接变冰的，冰的喝，喝起来更刷嘴耶，超爱的。其实虎奶菇它是马来西亚的国宝，对，然后它有400年的食用历史，它的生长过程是非常珍贵，它要常年在地底下，然后长出来我们再萃取出来。你就是饭后早上一包，那你忘记就带去公司也可以，或者工作的时候，那比较虚就是两包就可以了。3岁以上，因为它成分非常天然。那如果小小孩喝3岁以上，你就是可能1/3，然后兑水给他喝。对对对对对，那大家可以喝看它的口感，就是很沁凉，有点那种甘甜。枇杷膏的味道。对，但是没有枇杷膏那么香香的。然后我们是饭后就是30分钟饮用。那如果你觉得我最近工作比较累，比较虚，或者老公常外面招总，然后跑业务啊，做生意啊，就对早晚各一包。你同时在吃的过程，它就可以补充6大的营养因子，因为它是菌类，真菌类，所以它有多糖体、氨基酸、蛋白质，还有贝塔葡聚糖，然后咖啡酸跟香豆酸，所以我早上真的要盯着它们全部，你知道很重要，干杯谈酒，然后再出门，你就会觉得很放心。所以大家一定要赶快及早补充起来，然后建立自己强大的防御机制。是，这就是和全家大小一起喝的虎奶菇氧气饮，分享给大家。好喝。